么是你接啊？你老大呢？我老大不太好，你还是过来当吧。大家都没想到会有并发症，现在高烧不退，都上呼吸机了。这里是不能进的，这是我的胸卡。这里是隔离区，你穿这样是不合规的。那我打个电话吧。钟春在哪里？秦医生，他不在这儿，跟我来。他真的很严重吗？你做好心理准备吧，进去吧。前几天刚发过烧，抵抗力本来就弱，你们一吵架，他连家也懒得回了，整天耗在医院里，有急诊手术都是他上。表姐，你干嘛？你别哭啊！怎么还哭了呢？哎呀，你看我，没事啊，好好的死不了。钟真，你皮痒了吗？给我，你们共同开销吧啊。你们一起合伙诓我，很好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发污名化。我跟上官老师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就连秦医生也帮着你一起骗我。好了，对不起。可你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信息，我又不知道我能不能见到你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来，所以好了，骗你是我不对，可是我真的想见你。以后不能这样了。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并发症？有啊，精神感官歇斯底里，毛细穿梭杆菌突入细丝症候群，有一定的致死率。这么严重吗？什么意思？相思病的学名。你又诓我是吧？